他很随便，他没有精致化，因为我们年轻人是要外熏两包的。啊，对对，1万块，那你中医掉了，你放心。嗯，他说他这边原本有三个，然后现在掉了一个，我刚开始就是两根的。那个都有三千的，一直只有只根的，如果不给他3000块钱，叫我拿去洗。而且他原本没有跟你收，他发现他那一根钱收不到之后，他才要收。对。Hello。写信取るの？はい。今から？はい。あ、取ると有料になっちゃう。他说他。あ、他说摄影要钱。1万块，都1万块。好啊，那就给他吧。啊，大舅哥。很坑人的，摄影还要钱，大家千万不要来这一家。他们样子感觉就不是会化妆的人，气死我了。还是你画一个啊。一次画一个就好。一回に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？大丈夫ですか？啊，对吧？这样子，像这样子。これでいい？ OK。じゃあこれ二人ね。動画撮るのは1万円プラスになります一人。多少？要拍的话，动画撮ると1万円。啊，厉害，厉害。趁机敲。他想说少了你一个妆的钱，我要补回来。哎呀，他先把针法收进去，坐在王府里面。哦，好冰哦！哦，一集都这样乱画，是乱画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化妆道具啊。大家你们冷たいですよ。我们很凉快，很凉，很冰哦。冷たい。笑ってる。Look up, please。到底是在轻化妆，还是把我画了一个小丑？我觉得他化妆真的是手法有点粗糙。对，我把睫毛往下贴，他这样就不要贴好了。我看他给你剪了。做妈妈的是搞什么？等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对呀，他要给你剪。大丈夫だ。很呆子哦！我说你这个跑出来，他说他是这是故意的 ，long eyes，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长 ，long eyes，long eyes， 全部会渣渣的。この辺はちょっと痛いですね。痛いの？嗯。真的，一条线黑线啊！就自己啊自己啊，他给我夹一条灰尘。他很随便，他没有精致化，因为我们眼线是外熏两包的。他眼线外熏有吗？有啊，跟我平常画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应该也可以啊。安全帽吧。我觉得我这样会窒息而死。到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那你这个黑色蛮好看的。啊，出ちゃうこれ、お姉さん、これダメよ。ちょっと。落ちないよ。皇冠加冕。妈妈看得出来他是欧北画吗？不管任何人的脸，他都是这样子画的。你觉得好看吗？这有行情吗？这种艺伎？你现在这个不是艺伎，你现在这个是花魁。我们现在要去外面走走，一个钟头之后要回来。你等一下要穿高的木屐，比较摇。レンタルの写真を撮らせてください。あ、そうですか。はい。あ、そう言わん。で後ろ。这样子会吗？啊，これはない。他说后面的话会跑出来一点，不要去前找是会被人家讲。噔，电梯打开两个女鬼，他们是不是觉得女生这样很可爱？我们现在要走出来大街上面闲逛一下。挑战去买东西。啊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说好难的。拜拜。大家都在拍你们两个，啊、台湾两大名妓。你好，可以帮我拍一张照片吗？大明星，我们是街头艺人的概念。你东西掉了，放心，哪有掉东西？他不是有拍照，他说掉一根啊，我可能他骗人的，那怎么办？我来看一下，少一根，有人帮你拔吗？没有，还是有人拍照？会不会是人太多的时候碰到干什么，然后掉下来？看 VCR。他说他这边原本有三个，然后现在掉了一个。我们现在帮小莫找一下凶手是谁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素材。刚开始就两根的，刚开始就是两根的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来找一下，到底是他们所说的三根呢，还是原本就是两根？我们要把事情搞清楚。太令人生气了！这里有你们下电梯的样子。哎，是两根呢、啊？两根。那早就两根啦。那你跟他讲一下。那想要坑一根的钱呢、啊？这我们从哪里出去就没了？从电梯出来就没有了。对，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对啊，不可能，那就一定在店里啊。你先解决我，他给自己的。有可能是这个吗？不然。
你看他说你沾到口，或者他自己东西没放好，没有收。啊，我吃的到了。但是什么？那那你多少？可能就是一点。所以他现在是被我们发现在查的。谁知道？多少？这怎么样？可以先生。我们申し訳ないです。ちょっと確認なんで。老板。到时候给他看相片，弄大一点，他才看得见。想钱想疯了。哦，那你看没有？哎，冷机呀。红豆。好了好了 ，OK， 没事了没事。他要拿那个什么十一费也三千块，我跟他讲说也不是你的问题啊，他动都没有动，是你在动这样子。而且他原本没有跟你收，他发现他那一根钱收不到之后，他才要收。对，而且他本来衣服不是就要洗了吗？对啊，难道他衣服都不用洗吗？だけど三千でいいですよ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よ。如果不给他三千块钱，叫我拿去洗。你拿回台湾洗一点吗？洗，看他要不要。嗯、他说本来你们定两个，然后后来跟他说改成一个，他也说好了。这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吧，他也承认说好了，就是不收钱了。那最少这个什么洗衣费要给一给这样子啊。洗衣费他给他。哎，好险我们一直有在录影。哎，好险。终于知道要什么一直录影了。有证据，对不对？才三十块，我们是几千五几万块，那大了，大了。我刚刚有去看节目，你知道吧？他自己冲出来，自己放的啊，说不定哦，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。那日本人很少来，好了。对，化这个妆是三万多多，太多了，三万多给你穿一个小时。对，化妆四十分，然后外面走一个小时。哇塞！到底啊，我在说唱多过来。啊，那等等，看到这个盖的。哎，你被延长，你要再加六百，因为刚刚没有准时上来。哎，没完没了哎。就上弄在。哎，这样。所以多少钱？他是34,800我们四万。他是王医生，有写要那个摄影费，他说他没有看到，他就是给你钱啊。啊，これ使えない。アメリカ。还有现金还有吗？我们10,000多啊！你被坑了。以后你要体验，你要跟我说。那正常日本那种你弄脏，他也不会给你加，他这么都很客气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看，那他为什么要在那边笑？就是很开心啊，因为挣到钱啊。被坑了13,000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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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。我们是动力火车。是你最爱老乡大渊。我是威廉。我是陈世安。我们是机智男孩。家有喜事。我是威廉。我们是 WarFest 无间情。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。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。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。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。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